署49天，陈菊在今天下午成立竞选总部，目前人正在台上致辞，我们带大家看现场最新的消息。最靓牛顿河堡，要甲咱所有时代乡亲讲，一场的选战，不是一个个人的选战，这场的选战是一个立场完整的选战，所以代表民主进步党，咱这所有议员的候选人，透过民主进步党党内民主的机制产生。咱局在这，要拜托大家所有时代乡亲，大家人一定建组会团结支持民主进步党提名的候选人，艰苦的拜托大家听受当局受会联盟支持民主进步党所有的候选人。咱大高雄的福禄时代，今仔日看到咱这乡亲时代，遮济人来遮，鼓励当局，听受当局，支持民主进步党，我真感动，因为无偌久以前，9月19日。咱高雄大高雄县市，拢经过台湾历史上高雄50年来上大的风台水灾。咱一部分，咱高雄县有40000+个家庭受到这边风台的艰苦，高雄市差不多22000个家庭。同样受到饮水的艰苦，当市民在受艰苦的时候，市长对所有大高雄咱这乡亲世代，我拢有责任，我拢爱承担。经过这困难的过程，咱这乡亲世代，大家人甲阮疼惜，大家人甲阮鼓励，大家人做阮的后盾。陈局伫遮要甲大家讲，风雨已经过，咱爱搁爬起来，咱爱伫今仔日选战剩49天，大高雄总动员，咱爱同齐拍拼，拜托大家最后的时阵支持陈局。各位时代父老，在这个过程，我只有承担。在这个过程，也受到真多的打击。但是各位，咱心头抓好听，咱脚步坚定，因为咱知影，这场的选择是咱有真多理想美梦。要透过咱大家人共同的打拼来完成，感谢咱的乡亲世代，大家人对阮的疼惜，感谢乡亲世代，在阮上困难的时阵，大家人做阮的后盾，靠阮建做伙，阮足感谢。我伫遮要甲乡亲世代报告。咱高雄是一个移民的城市，移民的城市就是来自各地，大家人上爱的高雄。一个开始，咱把打拼、走动，大家人讨趁过生活。咱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好好伫大高雄这个所在。过日子，但是各位，时代已经无同款，环境也有真大的变迁。今仔日咱所有的高雄人，来自无同款所在高雄人，
咱大家人选择高雄，大家人上爱生活的高雄，就是要把高雄提升，要让高雄进步，要让高雄国际化，要让高雄甲全世界无相款的城市竞争比拼。各位，这都是今日咱高雄甲别个所在无共款的所在，咱一定咱这个城市有真好的目标，咱这个城市不断地进步，咱这个城市大家人有真深的共鸣感，咱这个城市每一个高雄人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更加重要。我想咱这几冬的打拼，咱所有的高雄人建立一个自信、信心。我要拜托咱这乡亲士大，透过这边丰富的考验，咱所有的乡亲士大，更加有南部南方的自信、信心。咱建立的共同感更加加强。咱做一个高雄人，永远是公认的公正。但是，各位士大夫老，透过这边久一久的风台，阮有真深的反省检讨。高雄市的基础建设做甲遐好，高雄市的雨水下水道完成到97%，高雄市大大小小公共建设、防洪，所有的绿地、湿地拢做真济打拼。但是各位，透过这边的水灾、洪灾，阮真深去感受，人拢是有限，人无法度比上天，所以咱有天理，人爱敬天，人爱尊敬自然，咱未来大高雄爱大大的建设，但是咱爱自然环保，咱袂当逆天。咱袂当伫遐讲，咱要甲大自然抗争。咱一定爱，予咱的乡亲士大知影，经过去年88水灾，今年的99的大风台、大水灾，咱爱知影，未来咱大高雄，咱一定爱好好了解到底。咱的所有的河川水文是安怎？咱来了解咱的大自然的环境是安怎？咱来保障咱每一个市民的安全生命。咱未来一定河川整体规条河来整治，区域来治理咱的河川。陈局啊，当选大高雄市长，所有咱大高雄下水道咱的河川拢总总体验，咱一定爱整体顶游、中游、下游同齐整治，才会当确保咱所有市民朋友生命财产的安全。咱才袂一冬过一冬，亲像大高雄特别淹水，咱高雄市九年前淹水，九年后咱还有小块部分所在淹水，阮感觉非常的心痛。阮愿意甲中央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区域来整治咱南台湾高雄洪水的问题。拜托乡亲士大，予咱的这民主进步党优秀的议员当选，予伊伫议会内底监督陈局，予陈局甲大高雄每一遍饮水的恶梦来结束。拜托大家支持陈局。
我要甲乡亲时代报告。好，陈菊讲到机动处频频的挥舞手势哦，他谈到了919风灾是高雄五十年来最大的水灾，高雄县高雄市有60000多个家庭受苦，他说自己有责任承担，也坦诚做了很多的反省检讨，认为河川的整治这部分应该要做区域的规划。不过他也谈到说风雨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爬起来。非常感谢今天呢有30000多人到场来力挺。事实上今天呢包括立委林益雄还有绿营重量级的人士都特别南下来帮陈菊拉抬声势。我们看见这是来自现场最新的消息。还要关心的是话题人物今年73岁。